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每天分享养生知识，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。人一旦上了年纪，皮肤上很多的时候都会出现老年斑。老年斑的形成，主要原因是由于皮肤松弛、皮肤老化、缺水、营养不均衡、皮肤长时间在日光下暴晒等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对于去除老年斑的治疗方法，是一位80多岁的老郎中推荐的。看视频了解一下详细的制作方法。我们来准备龙眼。龙眼是我国传统的著名的水果之一。龙眼的果肉甘香口渴，很多人特别的喜爱。除了口感好之外，龙眼还有很多的功效。吃龙眼的第一个好处，可以抗衰老。祛斑点，龙眼中富含的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尤其是维生素 C、多酚的物质，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，能够清除自由基，从而能够减缓皮肤的衰老。吃龙眼还能够滋阴补血功能，龙眼中含有的丰富铁质，能够促进人体的血红蛋白的合成。可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，并且龙眼可以滋阴润肺、补气养血、美容驻颜，都比较适合贫血的患者吃龙眼。第三，龙眼有助于消化和改善肠胃的问题。龙眼肉具有健脾开胃、消食化积的作用，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，可以缓解便秘、肠胃不适的问题。并且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，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有助于预防改善其他的疾病。吃龙眼的第四个好处，可以补益心肌，除心烦意乱，帮助安神，能够养心安神、健脾益肾的功能，比较适合心悸失眠、缺乏体力的人群食用。龙眼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，可以增强体质，是一种非常好的水果。龙眼的外壳需要去除，龙眼是比较燥热，我们吃的时候不能多吃，大约吃5、6颗就可以。我们再来准备红枣，红枣是可以补气养血，红枣富含的铁、维生素 C，有助于提高血红蛋白的水平。能够改善面色淡化，能够改善面色暗淡，促进血液的循环，并且红枣中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延缓衰老，保持皮肤的光滑弹性。吃红枣能够增强免疫能力，红枣中的维生素 C 是增强免疫系统的关键，有助于提高免疫能力，预防感冒，还有其他的症状。吃红枣还能够促进消化，红枣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预防便秘，而且能够预防消化不良，可以帮助调节肠胃的功能，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并且能够增强体力。红枣中的糖分、维生素 B 组有助于提供能量，可以增强体力、抗疲劳的能力。对于疲劳、恢复身体健康比较有益。经常吃红枣能够补充营养。红枣富含的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包括的维生素 C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6、钾、铁、镁、钙等等，这些营养物质对身体的健康发挥特别的重要。红枣大约准备5克，也不能多吃。多吃的话容易上火，红枣比较燥热。我们来准备玫瑰花3克，玫瑰花的功效是比较广泛的，喝玫瑰花茶水可以改善皮肤的质量。玫瑰花含有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可以滋养我们的皮肤，促进新陈代谢，防止皮肤干燥粗糙。玫瑰花茶能够助于舒缓神经，消除疲劳，对情绪和睡眠都有非常好的调节作用，
可以缓解压力，缓解焦虑，帮助人们放松身心，更好的入睡。第三，玫瑰花茶是一种很好的保健茶，富含的维生素 C 能够增强免疫系统，可以预防感冒和其他的疾病。玫瑰花茶含有多种的抗氧化物质，可以减少自由基的数量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衰老，预防疾病。玫瑰花茶含有一些芳香物质，可以调节内分泌，抑制色素沉着，达到美白肌肤的效果。玫瑰花茶有助于促进消化排毒，能够促进肠的蠕动，增加胃肠道分泌，帮助消化，减少消化不良的症状。再来准备适量的枸杞。枸杞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佳品，很多人都爱吃枸杞。枸杞含有枸杞多糖，这种成分属于水溶性的抗裂，由于葡萄糖、半乳糖、低聚糖组成，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。枸杞含有的天然果胶、维生素 E、枸杞多糖等营养物质被人体吸收，能够净化血管，还可以预防高血压、高血脂，能够降低冠心病发作率。枸杞能够起到很好的减肥的效果。如果某些患者想要减肥瘦身美容，我们可以喝枸杞茶水，可以很好的滋养身体。枸杞可以清肝明目，对人类的心脏有非常好的明显保护的效果。枸杞含有的谷氨酸、天门冬氨酸营养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类的心脏，可以预防心肌缺血。枸杞含有的大量的维生素、蛋白质是一种非常营养的食物。枸杞含有天然的果胶、维生素 E、枸杞多糖等各种的营养成分，被人体吸收之后可以净化血管，能够降低胆固醇。玫瑰花茶煮好就可以喝啦，甜甜的，很好喝。我们坚持喝上两个月，脸上的斑点全部消失，身体越来越轻盈，气血特别的充足，可以使我们的皮肤红润光泽，脸色红润好看，整个人特别的年轻的，老公都夸你气色好，越来越好看迷人啦。想要补气血的没有养颜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道茶，收藏起来一定要坚持喝，真的是很好。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，有空做一下喝一喝。点开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。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